我恁个甲看咧。访问网络电台海内外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！今仔日咱足欢喜，咱邀请到吴国安老师，伊顶日伊嘛是咱的访问家族，今仔日继续过来咱的这个电台遮要甲咱海内外乡亲士大，阁有一寡代志咱来分享一下。咱来看讲今仔日咱的这个时局乱到这个。即个讲，即个林育世尔，即个媒体呢，就伫遐咧战争。你若讲战争，讲咱台湾派会当战，会当讲出一挂理论、一挂理念，也是讲拍会到迄个重点也罢。但是咱看较即嘛吼，咱的台派的人讲话呢，拢伫遐皮皮啊啦。咱若有啥物代志，风吹草动呢？因就安尼用迄个机关枪也好啦，用迄个物资冲锋枪也好，战车就甲你撸出来来甲你轰啊啦，开弹就甲你轰啊。但是因对方呢，这个中国人的阵营呢，因若有啥物代志，咱这边的呢，伫迄个媒体顶悬，我唔知伊在讲啥，伊到底是因的阵营的人，还是咱的阵营的人，强要分袂清啦。所以讲，咱今仔日咱来请咱的先輩哦。咱这个日本籍的先輩吼，咱来分析一寡讲，今仔日林育世这件代志的这个前因是安怎来的安尼？好好来，吴老师你好。讲先輩我不太熬，其实吼，先輩是这个叫先輩，我不是，我这个是小弟小哥，未使甲叫先輩。你哪？甲讲我日本籍吼，唔是日本籍，日本时代出世的，唔是日本籍，唔是，我是台湾籍。台湾正港台湾籍，不是日本籍，套日本籍，日本籍爱甲扫落去，去台湾遐叫我扫扫去。即摆你讲这个日本籍，今仔日主要大家所有媒体嘛，你讲日本籍是件大事嘛？是。咱若要讲别项，感觉怪怪啦。大家在讲日本籍，你要讲啥物？对啊，对啊。我看到日本籍是件大事，其实足简单嘞。就简单嘞，这是鸡肉饭啦。这无什么代志啦。这是中华民国的体制内底吼。不是你要食尔啦，凊彩涂骹翘翘的，都骨来青的，你要食啦。无啥物奇怪啦。对。所以，迄个你要食，但是一开始吼，我就想啥物嘞？我想了两件代志啊。想了这件代志，就想到地太健啦。唔敢出声，唔敢出声，唔敢去甲检举安怎？后来就是哦，出实验，出实验叫你去甲检举吼，啊，这代志才逼出来。好，咱来想讲，这个地太极，是安怎套？遐好大嘞，伊局长呢？对啊，要拍门也叫边仔人去偷拍，出来讲你要说要摕钱嘛，叫边仔人去偷摕，伊得家己去摕。伊个遐好大，系啊，迄就是有靠啦。对，靠山。有靠啦，是我安怎从无代志啦？我安怎从无代志啦？你即个是讲，东街市的屏东县长是吴德源。对。还是吴德源来靠？嘿。咁安尼？唔啦吧。二店甲吴德源是平大诶。对啊，因两个是对立诶，应该是对立诶。无得卡是吴德源来靠。听伊诶，爱听伊，啊无伊议会无你通过，啊你。迄落关的拢免见识。啊，即咱大家知影讲，东街是南部风声啦。地太吉。甲有一个人吼。最近的时阵拢。叫大哥小弟了。啊，是啥物人？东街是发最简单，咱来讲迄啥物人向过咧？袂啦，我。咱无证据，咱无证据是向过，所以咱甲点到为止，就是东街是有关的。哦，迄个人，就蒋介石后代其中的一个，甲伊牵，较有牵介到的啦。不是，应该是不是后代啦？蒋经国内底有关的一个人啊，不是后代啦，后代就变蒋经国的店。哦，对嘿。当然是安尼。好，啊，这个就是我
譬如一个讲啦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嗯，吼、哦，我一个朋友叫我就是阮的阮同学的同学，嗯，啊，伊一直拢做国民党的地方的了白啊，嗯，好、哦，啊，即马后来因为因的土地定位关系，嗯，甲厝边发生纠纷，纠纷，哈哈，我就引导，嗯，因某古老伯一直叫人安讲。啊，无都叫蒋经国落来一个。嗯，哦，直接伊都发到叫蒋经国落来一个啦。有法度叫东条的迄落官，迄落东条的迄落东条的国王，随落来一个安尼、啊。事实上是无可能啦。你看伊权力偌大。事实上是无可能啦，唔是伊有权力啦，这是伊梦想啦。嗯嗯嗯。因为一滴的关系了，梦想讲、欸、忘了我是谁啦。欸嗯、我啦，安怎从我顶边就一定会落来，甲我创好。嗯嗯、哦、嗯。所以伊就，伊是因某啦，因某有这个想法啦。嘿。啊，你电台节目是即个梦想。嘿。嘿，我大啦。我什么代志？无人敢安怎啦？唔是因客白啊哟。那个怕死。嗯。啊，所以同款这个情形，这个刘一石。嗯。伊会敢公然安尼啊？是啊。啊，这比罗马较罗马咧。系啊，咁你咪是讲是什么代志？代志若发生啊，收入咧就不得掉，就衰啊，伊只咁样啦。所以你咪说这件代志，就我想，你就是想这两项啊。嗯，啊，咱其实咱台湾的这款风气哦，嗯，是这么可能有较保持住啦。嗯，就国民党统治的时阵，就是安尼啦。是啦，啊，经过八年，咱二十年本土执政了，渐渐民主的进步吼，因会变较幼弱啦。其实因无变啦，是手法较幼弱。嗯，无，我无感觉讲伊的手法较幼弱。嘿，也无感觉讲咱的民主较进步。嗯，我哩感觉讲咱台湾有较戆去，有较麻痹去。嗯，所以才看较无出来，啊，感觉讲因较幼弱，啊，无遐足粗的幼弱。对啦，对，嗯。那有咯，真粗啊粗啊，粗到要死啊！电台个穿起来去甲拍死因。嘿，啊林玉石是直接公开甲伊讲的。唔是咯，林玉石嘛是甲拍死啊。嘿，伊唔是用枪啊，伊用关系啊。我关系啊，你甲你压落来，你跟公司倒落啊。嗯，对啊。你家己你去倒落啊。等于死去。倒落偌济员工无头咯。对。倒落。对。等于嘛是甲杀死啊，同款啦。嗯。同款结果嘛。对。哦，啊，同款是公然啦，足粗鲁的步数啦，真粗鲁，无影有较意外，是咱台湾人较麻痹去，较麻痹，较戆去啊。嗯，跟关系起就对啦。就是互这个媒体洗脑去了后，嘿。啊，咱这我反对。嗯，咱当代是都讲别人，啊，媒体洗去啦，还没洗去啦，吼。嗯嗯。啊，迄个是你家己，你譬如讲。你家己去食毒，啊！你讲啊，我去红毒掉了，吼，袂使讲你家己啊，家己啦，吼，哎，讲家己太会才戆，安尼就对啦，吼，袂使讲啊，都人家我安怎，我是戆人家招的啦，啊！你呐去甲某咪人的牵手的后边来，讲无爱甲引诱的，所以台这。这款吼，咱台湾这个社会正因摆到安尼来，读，吼、哦，嗯、啊有一个多次啊，多些人无啥感觉吼，我，嗯、我甲你讲一项，全世界吼，电台其实学多啦，对，啊，这个里面是吼，什么多？一百多的，我嘛不是百多啊，一两百。我讲伊嘛普渡诶，普渡，因为伊为因老爸伊世世袭嘛，因老爸林森宝都较早新议员任内嘛是非类一族嘛。啊，较就是咱台湾人是整个诶蒋经国诶时阵，吼用地方自治咧，即假自治啦吼，啊选举利用选举操作足侪代志走出来。啊，即卖咧讲台湾咧，老话咧讲，拢讲个迄一清专案。嘿，我一日了，一千转案去，啊，啊，遐唔只落魔啊，煞变大落魔啊，啊，煞后来就在漂白，吼，啊，就去做议员就创个，对，其实这件代志谁做的？蒋经国。嗯，
卖我手机给人，我国民党啦。好好啦，国民党做的嘿，世袭。我讲一个例啦，过去咧选地方选举啦，还是讲农会选举啦吼。明明迄平时走路的，政府要你来落马，拢总等来。对。等来去派出所领钱啊。去警察事务所领钱啊。对。退某一方面。以指定的迄个候选人，该做选。今仔日投票。五点结束，恁这人就紧走，恁若无走，佫家己掠。对。啊，得真古怪，真古怪，全世界的乌道的拢是甲政府对敌的。政府要掠，啊，伊甲政府对敌。独，咱台湾的乌道是外政府的。是政府在饲的。莫讲政府在饲，是外政府的共生体。共生我是议员了吼。一般我是议员了，是一个事务所隔壁有一个议员的角头兄弟，啊，迄阵啊，民进党啊当员吼，当咧街头运动创啥？迄阵我讲吼，听到党员听到民进党，嫁起出去，嫁起出去，伊讲台湾无国民党绝对赢着，台湾若无中华民国绝对赢着。如果是个足古怪咧，三日五日，伊就讲要甲你掠，讲要甲你一清专案咯，啥物啊？你知怎么安尼？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性。所以咱台湾这足济问题啦，唔是讲讲来讲啊，你们先了解就好，还是先了解就好。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。结构性的这个问题啊，养成一个变成一个社会体制。这个社会体制无改变，未好。社会体制为倒来，免再去改变，就咱台湾是真困难啦。因为普通咱咧讲普通个殖民国家吼，殖民是外部来，是外部来，通敌。伊若有通个食，还是徛会条，伊就倒再徛，徛袂条，伊走动又本国。咱台湾这个殖民政体无本国，无当去。无当去，伊也赶不出去。咱用现在病来讲，就看啥？癌，生在你身躯内底，伊袂走去。你啊，这个身躯内底这个癌，要死足简单嘞。足简单哦。一分钟就死哦。农药甲啉落去就死啊。啊，毋过啊，迄个无着癌的所在嘛是共款死去啊。都是你啊，拢是。都会变共生共灭了。你拢死去。咱台湾这点。这点真困难，所以咱台湾这点真困难哦。最近敢那唔知你本来对啦，有一种治癌的方法。治癌就是讲，家你的细胞内底迄个抗体，提出来培养，培养个较用的吼，再将你的抗体家注入去迄个癌内底，用个抗体，甲癌都个食死，迄癌就好去。这个有这个治癌的方法，台湾有这个方法，咱将家己的抗体，用起，然后咱用咱的抗体去包围咧，将迄个癌体、癌的细胞给瓦解掉掉，咱的社会就，可能较有希望。好对啦，你啊，唔管呢，哈，过去也要死，也无死袂大个啦，哈。啊，咱即摆咱过来讲到这个。林育社今仔日哪会遮苦涩？啊，伊哪会使安尼？迄敢干那其中一个林育社遮尔苦尔吼，遮尔迄落。啊，伊哪会奇怪吼？因遐国民党诶，哪拢，大家迄个中油啦、中光啦、中船啦，啊，即个台盐啦、工美局啦，啊，甲即个台电啦吼，啊，我厨房不及备载，我一群念袂完。哪会遮个即个国营事业，哪会拢总伫国民党诶遐拢予取予求，因拢有法度定调予取予求。因诶即个来，是安怎即事业，即伫咧台湾来讲遮尔重要事业，哪会拢总落入国民党诶手头？对啊，这个代志是已经深深定根落去了啦，深定根落去。
为着这个马英九吼，讲无灵啦，安怎啦？这是现在社会吼，有一个人啦，煞提出这个蒋经国出来比马英九，你讲侬蒋经国当个是偌敖嘞？伊也免贪污，也袂安怎做啥做呀？吼，伊唔免啊，规个台湾拢伊个，伊那着贪。唔是啦，啊，我咧是讲贪污贪上济，应该是蒋经国啦。伊无提银行尔。哎，都嫌银行嘛，伊个咯，你伊都还没得银行啦，吼。啊，这个代志点啵？我讲，这之前我有讲嘛。讲有一年，咱咧十大建设，吼，十大建设即个高速公路，都阿咧浦，即个浦东阿家阿未开通，是嘿。迄个时代啦，嘿，迄个时代有一日吼，我是台北。这个建国北路这边家，我有一个朋友，那是，那是啥人呢？是这个，鸿基，鸿基公司，鸿基公司是呀，张遐，张家安吼，还是伊是大哥，我那朋友是，迄个张英兴，啊，张天金是鸿基公司的董事长，啊，就是张天金的哥哥，张英兴，我是因兜。我是因兜，啊，伊就顶起我爱一挂名气啦，啊，甲阮有小可交流，啊，我去因兜，啊，参咪是啊，只地，啊，只只地在座有一个日本人，迄个日本人叫做库拉米诺鲁萨，啊，伊家己讲，伊是日本派来自新德，诶，即个大日经济研究所研究员，啊，只只，啊，只地只地。迄日本人安怎讲嘞？伊讲十大建设啊完成了吼，台湾人要翻身，都没这个事呢，没这个事呢。没这个事，就是不可能的代志。真困难，真困难。啊，我参你丢上去是不怪。十大建设甲台湾创个现代化，我真好。大家拢有工课，啊，创个遐好。十大建设，十大进步。台湾人全无得翻身，想无呢？啊，暗间阿问，啊来耍。以后我常常有去丢上去领导，我要来提起这个东西。阮两个安怎想是无？但我即嘛是有啊。安怎讲？安怎讲？不是即摆尔啦，我古年前我就想有啊。前啊遐你就想有啊，嘿，你无讲，阮拢唔知。我嘛想无，我嘛听无。因为十大建设吼，迄阵啊十大建设，咱台湾经济都开始咧起飞啦。有输啦，赚唔输啊钱啦。对。赚唔输是开始用十大建设。十大建设利用迄十大建设，十大建设其实是十一项嘅款。唔是十项啊，十一项啊。利用这十大建设甲国家。收的钱，拢甲开出去啊，拢开，佫无够，佫甲沙特阿拉伯借，甲国际银行借，安尼也无够。蒋经国做早餐汇报，早餐汇报你创啥呢？我有一个朋友是这个，宏源，是嘛？你即个像个头家，做大生意人，叫大生意人来食早餐。伊去日本，买了一身迄个建立观念，食水，哦，啊，建立观念出名诶，古董了啦，啊，叫大家讲，哎，我上你要来看卖了，我要先去等下咧，我就会加伊，啊，我就参一个姓叶诶，叶先生，迄阵那是嘉义市诶，即个理事会会长，我两个就去一下，啊去啊，伊就。捧先捧两杯茶出来，捧三杯茶就对啦。来先食茶啦。啊，食茶，我茶真好食啦。我甲讲，你啥？哦，啊，你这茶哪才好食？伊讲好食咯。6000万嘞，唔好食。我讲头迄个遐贵的茶，一泡茶6000万。伊讲就安尼啦。迄个昨日吼，迄个蒋经国啊，院长啊。来早餐汇报啊！来早餐汇报，啊！你提双婆啊！啊！就问我讲，我咧做十大建设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要甲讲唔好咯？讲唔好咯。啊，实际嘛，感觉真好啦。啊，佮我哦，真好，真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伊讲，哎呀，帮忙一下啊！现在都不够用啊！来，
要边仔人摕来抱啊，摕来好啦。人王永庆偌济，啥物偌济，要签几啊？嗯，啊，你也袂使签伤少啊。签签啊。嗯。伊讲啊，大海啊。嗯。好，伊就甲签。嘿。伊讲伊甲签600万啦。嗯。嗯。哦，伊讲伊甲签600万啦吼。嗯。啊，迄个蒋经国吼。嗯。讲。执一个啦，嗯，嘴也执一个啦，嗯，我伊惊一个啦，嗯，哎，无满意，嗯，600万是要踢嘴去旁哟，十大建设呢，国家的建设遐大呢，嗯，伊讲我跟为后壁个加一个零，要为一个零啦，嗯，哎，结果唔对啦，迄阵来为头前个加一个一厘吼，变1600万啦吼，嗯，哦，嘛可能也会通啦，哎，我都伊都惊着吼，转后壁个画一个零，变6000万啦，大概变6000万，要死，吼，哦，可见当届是一个国家收的钱，利用十大建设拢个开出去，嗯，啊，开出去了，这钱流去倒去，嗯，当然对啦，你付出努力，付出遐，才当去得到钱啦，是无唔对，但是遐钱流去倒去，嗯。无人知。啊，即马在现在少年在研究员啦吼，在社会研究的人啊，嗯，拢干那咧学了十大建设了，嗯，无去查看这十大建设，当该参加十大建设迄钱的流向，嗯，哦，比如讲高速公路这条钱拢都开偌济，啊，多一间公司，多一间公司参加，吼，啊来分来一杯羹，吼，嗯，啊来。个迄个明细表拢唔捌，互咱看掂。当然，伊唔免互咱看啦。是讲研究台湾社会诶体制即款诶人吼，应该爱有一个敏感性去看这个代志啦。好，啊，即卖就是讲，我讲一个例啦。嗯。我到了有一个熟识，迄即卖到了，过去遐有一个哈。嗯。虾米世界游乐场啊？嗯哼。可能迄个游乐场诶一个股东啦。嗯，当家是阮叫伊刷一碗落来，嗯，伊咧使拖拉机啊，嗯，啊，你设一间公司，嗯，设一间公司，就去高速公路诶迄个建设迄个公司去卖土粉啦，嗯，哦，伊个土嘛，啊，卖土粉，嗯，安怎卖，较少卖，甲他送去都卖不落啦，嘿，啊，无法度啊，对，最后伊甲我讲，伊迄间公司后来就去请一个退伍。校长，嗯，做顾问，不是顾问，做股东，做迄个董事长，嗯，啊，伊唔免出多少钱，嗯，董事长，啊，一个安尼去摕到啦，嗯，摕到同在赚的，赚的就一半哩，嗯，其实安尼就是讲，即钱在工程哦，大部分当然是是，下面叫做大陆工程啦，下面个工程，就迄阵啊。出的嘛，嗯、啊！咱即马搁拜托你，甲咱分析讲，这个台糖什么人在很多的，台盐什么人在很多的吼，中港什么人在很多，哈哈，就这种台电什么人在很多的，啊，就是这钱，吼、嗯，这钱重分配，嗯，因为伊国民党政权是外来的，对啊，伊是人力权力。嘿，伊走路来到遮，嘿，经济管理、经济基础拢是咱台湾人做的。对，伊利用迄个十大建设，嘿，立马换太子，甲倒过啊。嘿，好，嗯，即摆用经济话讲，即五鬼搬运，嗯，哦，甲伊搬过去嘛，一个作文去，嗯，好，啊，即摆然后咧，迄十大建设内底吼，即摆发生问题，即个中港，嗯，个中港，嗯，当开始。这社会垄断的大事业啦，社会基础事业，这社会垄断这基础事业吼，都国民党给充分配，充分配好伊国民党的，因外省人建党政军特就对啦，嘿，哟，我这里现在发生问题，这中共啊，陆军的吼，陆军退陆军官，嗯，好，嗯。陆军退伍官，那个，嗯、如果无啥爱心的人吼，你就去查，伊、嗯、当然是省里面是派迄个董事长，嗯嗯，你就清楚，嗯啊，华航，嗯，
华还是空军呢？嗯，好，坐船舰，海军，嗯，台湾蔬菜分销公司，嗯，现在伫咧菜塘，嗯，好，这是舰，嗯，特别军官的系统，嗯，好，然后分配了再去，是，啊，分配了再去，迄当时也毋是。迄当时也毋是肥肉啦，嗯，也毋是肥肉，中共吼，中共一滴连一公斤共，了一公斤啦，嗯，啊，你台湾人政府用钱甲补贴，做船厂做只船了只船啦，啊，你政府一条补贴，一中共甲当时要趁钱，甲中国经济崛起，中国经济崛起也。也起金，吼，也起出了他起金，嗯，哦，较爱用钱济，抓你起金一直起个，这边买再贵，一直起个，一直起个，在国际上啊，这个铁啊介绍好个，啊开始开始开始变肥吧，开始变肥，然后开始吃饿，嗯，好，啊，这里是一个体制啊，你国外遐你安怎摸也摸袂着，对啊，哦。安怎迄个无法度？你若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，你要去评说。所以这较讲来讲去是一个结果。啊，这个结果，你讲，譬如咱来讲吼，譬如我即摆选举啊，电话选举啦吼，来去哦，蔡英文当选这总统啦，蔡英文能做什么？还是不能做什么？这代志问题伫咧啊。对啊。但就比八年无材料无给他改善，嘿，无给他改重新来过啦。因为这个结果，尽管有一个保护网的，对，国民党。因有一个金钟罩砍掉的啦，所以讲你看因家的这个单位性，这个哈，因家的迄落所有啦，十个人，十一个拢在怀念我蒋经国。蒋介石对因外好，蒋经国对因外好，啊，拢迄落这个台湾人做总统的吼，拢嫌甲，若讲有乌金的，拢赖互这个李登辉啦。当然，因大家拢会啦，但是甲即马出代志啊，拢啊伫遐在侮辱这个蒋经国。其实伊毋知影讲背后的正港的大坏蛋，那是蒋经国安尼。听你安尼在讲。咱即马卖讲伊坏蛋啦。是讲只是伊统治台湾。不是把台湾当中一体平等思考啦，对啦，伊是当然伊爱先顾因的族群啦，传来的这个族群有迄个偏袒啦，有迄个偏袒，啊，这个偏袒吼，当然是因安尼康丘白所走来到台湾，无得有迄个需要啦。两支脚也一个叉叉，有一支枪，啊，伊就是袂当。但是咱经过这六十年啊，经过这六十年，因后来其实。颠倒，伊是变优势了。对，这个代志现在就爱解决，爱解决，大家平等，大家回归正常了才对啦。那我再继续这个体制安尼吼，这是绝对唔对的啦。永远的加落去。爱向安尼去，呀，啊，为了达成这个，我认为讲，唔是选总统都路用啦。必须得爱把这个体制、这个结构，瓦解掉。重新来过，这有法度啦。这是我，对，啊，佮有即马就是讲，这个电视台在讲的遐，即马唔都吵甲轰轰烈烈。啊，国民党迄阵啊，伊就讲，参像讲牛肉也好，讲爱用选举的迄落手法来迄落来甲伊互伊过啦。啊，即马要安怎来消弭这个林益世这个代志？要安怎用选举的方法甲伊用互伊过？无啦，林益世啊，甲看好代志啦。林益世可能会救淡水边的一支稻草啦。伊那有法度？林益世这个代志吼，说不定两个月迄落个起诉了后，报出来。报出来。因为伊个八千万也得有着六千万，未算足济钱啦。对啦，在因来讲是一支脚毛尔，都无够啦。我搞个古怪咧，你要写你什么东西？对啊，这个麻油现都还袂过，这个原因啊。安尼一直搞上。迄个啰嗦讲一句话啦，我有开袂了的钱，我伫三日内都要全世界人讲我上高，我开袂了的钱，
另外说，伊个安尼遐哩积极，安尼巴结巴结，是毋是伊也用钱去贴伊个伊个起来？对。好，即简单啦。既然来贴钱起来，可以贴起来。伊就先讲啦。唔是可以贴起来，遐人即摆会保护。所以我个看讲，另外说，即六天吼，但是发生七天啊，今仔日七天。唔是七天，是个，但是到可以内裤啊，讲差不多头尾有六天啦吼。即六天个中间，我讲个，那我做你们事，我无代志哦。你们事就好办了。你做开记者会的，你我有咧无？伫遐咧要安怎？你要开记者会咧无？你一定尻川个赶紧叫人去找一个人。找咧陈天祥。我讲卖啦，白衬衫免提啦，我搁贴白衬衫给你啦。帅啦，陈天祥我咧点点啦。我嘛。你懷疑呢？懷疑講，伊國民黨或者講，伊個後面是唔是咧等入去世？去甲你笑，那你嘅條我就唔辦啦，冇代志啊。啊，你唔條，我就辦啦，你入去世唔夠好嘛？佮你阿多阿開會咧，你阿去去咧。佮你阿在要告人，要安怎安尼？啊，就迄個陳啟祥嘛，甲我講啊，反正你冇要，你冇要搞到七月初六，搭要去。你冇要搞到小工啊！我非下手不可啊！伊只会提落咁大气哦。反正伊也活袂落去啊。去哦，民进党，恭喜你。所以感觉这个代志，你要说这代志吼，你这结果比较丑吼。咱安尼讲啦吼。你去海钓鱼哦，你网啊甲拍落，若拍落几十公斤的鱼啊，游袂起，你啊拍只海鱼，你游袂起啦。对。要含咧网啊，拢互卷卷去。游袂起，所以我感觉另外说这个代志吼。凡事凡事就是讲哎。两个月，啊，无就讲延长两个月、四个月，啊，就报出来，啊，就报出来了后咧，无代志。比起入一世，啊，但最起码哦，我不过就伊咧，啊，看但最起码迄叫入一世啥机会无？吼，这是咱咧讲笑讲笑，讲笑啦，系啦系啦，不可能，啊，但是讲笑的啦吼。咱知影讲啊，这个今仔日有迄啰啊外电伫遐咧，这个 NHK 有咧啊报一个迄啰一条啊新闻哦，讲即马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军人哦，海军哦。陆战队也是甚物队啊？海巡舰，讲即马讲外猛嘞呢，讲会去甲日本人伫个钓鱼台遐在呛声呢。即马就现在唔知有，可能应该只啊创作嘞，就收场就走转来啦，表演一下安尼啦。啊，唔知为着啥目的，唔知啦。你讲即钓鱼台这个代志哦。其实钓鱼台这个代志哦，是不是嘞？咱大家你拢袂记嘞？你会记有一个叫国国机无？台湾省议员叫国机。有啊，国国机有啊。国炮。对啊。你敢知叫国机？你敢知国国机是省议会三番两次要求蒋介石派兵去驻扎钓鱼台？钓鱼台当时是琉球美军占领的。对啊。啊，钓鱼台无人啊，美军也无驻扎啊。对啊。等于讲。讲三不地带就对了，三不地带算这个。中国也要治。无，迄阵无，迄阵。啊，迄阵也未。中国佬，你看迄个钓鱼台，迄个比赛。啊，就是这个怎，伊这个唔是这个举国旗。一省议会三番两次，就你要去省议会迄个档案看卖，应该嘛看会到啊。三番两次，要求蒋介石派兵去驻扎钓鱼台。结果蒋介石，吼，你妈的！大陆是伫遐大地都无去啊！你看个只比赛怎啊？看个只比赛啦，无爱插，无爱插，无爱插，这个代志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来甲琉球公投回归日本，日本琉球回归日本是公投的嘛？公投回归日本了后时阵，日本要求美国承认讲钓鱼台，我那琉球群岛内底的一个群岛。这个所在就是讲包括琉球在内回归日本。结果美国政府同意，美国政府安尼发表啊。发表以后，我等下我那去日本。安尼了后，咱台湾只，咱台湾阵就已经
已经嘛未先开始个时代了哇，才开始哇，哎呦钓鱼台钓鱼台。嗯，以前在有迄个什么保钓运动啊，这个马先生去美国读册嘛，讲就是保钓的。这保钓运动，啊，你保钓运动是对台湾来讲是有理由，有理由，因为这个，这个日本人关心到温度吼，这个迄地质是属于，较早属于宜兰，好，开始先买宜兰关，啊。其实伊是个人的，个人迄个人是日本人，所以这真爱嘛，你啊，伊直接来讲是台湾的，以人本位，譬如讲，咱咧一零一大楼拿去哦，美国人买，美国人的啊，对啊，虽然是你台湾嘛，美国人的啊，所以人家日本伊讲咧站得住，讲咧站得住，啊，这个代志甲钓鱼台啊。我讲有石油、有资源、有啥物哦，中国才开始咯。讲来钓鱼，我，安尼，好，大家只下咧会。啊，只只会是甲李登辉说，李登辉就老早声明讲钓鱼台是日本的，根据国际法是日本的。好，啊，今即摆万应叫那个叫啥？代志创啊，你都无经验办咯。无去安排，你家己计下发一个，哎，遐只飞机破落来哦，啊，大家活你也去。哦，大家干咩啦？搁排起去啊？呢？哎，哎，未记你这个。未记林表示的代志啊？对啊。嘿，声东击西就对啦，转移目标啦。唔，就是阿你暗示啦。啊，我怀疑这是合理的怀疑啦。这是我啦，无什么作用啦，无什么起条啦。日本也无咧，家己。无咧，家己厉害啦。家己看安怎啦？嘿嘿。哦，阿姨也无在条怕人啦。对啦。嘿。啊，所以讲，今仔日足感谢啊，咱吴国安老师哈，这个因为最近拢烧声，我足足侪遍想讲要甲你邀请来，阁继续咱来讲，因为你实在知识这个有关方面历史也好哈，你逐项拢足丰富的安尼，啊要甲你邀请来咱鸿运网络电台，甲咱海外乡亲共同见面哈，啊今仔足感谢你来哈，啊咱休困者，等下阁讲一个啦，好无？等你过来一过，那未考你啦。好，啊，今仔日就足感谢你哦。啊，你最后你要甲咱乡亲要讲啥无？啊，未啥讲啦，大家较拍拼嘞，大家较自觉嘞，安尼尔。啊，今摆我着拍拼着，没有着力点好拍嘞，要甲上拍。啊，我赛一台，拍家己啦。哦，较拍拼拍家己啦。拍家己啊。中国话讲。鞭策自己嘛，对啦对啦，最主要就是讲，咱看电视的时阵，咱唔通互这个媒体甲咱看弄安尼就对啦吼，咱家己啊家己的迄个主见啦。啊，今仔足感谢咱海内外乡亲，甲咱这个观看咱的鸿运网络电台，也感谢吴国安老师来伫咱现场，感谢各位。